谢，来拿我订的板栗蛋糕。好的。就是这个吗？啊，对。多少钱呀？这个是68的。哦。再要一个板栗抱抱卷。好的。三盘一拿，慢慢往前滑。这个梅菜扣肉多少钱一碗呀？那我要一份。要个小份的鸡爪。这个烧饼4块。个小份的粉丝吧，小份粉丝多少钱？10块。要个青椒，要个虎皮鸡蛋，两个虎皮鸡蛋吧。好，再来个小份的茄子。没有喜欢的，往前走走看。现在有什么菜呀？鸡腿子、挂菜肉，还有一个小挂的我不认。这个猪蹄多少钱？哦，那我要一份。哦，来一份吧。第二份红烧肉，我要瘦一点的。再来两碗大米饭。今日份小饮料就喝这个冰可乐吧。再拿一个黄桃罐头，喝完放心吃。听说有宝子想看我吃家常菜了，今天就安排了。先来个虎皮鸡蛋。梅菜扣肉这也太香了。这个是红烧肉。粉丝，哇，搭配肥宅快乐水太爽了。最喜欢红烧茄子了，我最喜欢的大青椒。先来个鸡足吧。怎么的，一吃鸡足就上身。你可暂停吧，笑死人了。别搁着丢人现眼了。很喜欢这种不辣的辣椒。中间的辣椒种辣。哇，好痛苦，有点微微辣，一点都不腻。嗯，这个是黄桃罐头。这个黄桃脆一点，我喜欢那种软软的。秋天的第一个板栗蛋糕，先尝一下这个板栗抱抱卷儿。还有种浓郁的巧克力味儿，这个是板栗蛋糕。哇，上面是整个的板栗。口感还有点冰冰凉凉的，这个奶油真的好好吃呀，整个就是浓郁的栗子香气。